欢迎收看股市 A 指标，我是彦蓉老师。那么节目一开始呢，彦蓉老师要利用这个周末啊，来跟大家啊结一个缘哦。怎么样结缘呢？好，第一个我们看到啊，回娘家计划这个专案啊，今天要结案喽。这个专案对你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关系到你在未来的半年之内，是不是能够让你的资金翻一倍、翻两倍。就看你今天有没有把握这个专案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希望大家来跟我结缘，就是能够成为我粉丝团的成员哦。如何加入我的粉丝团呢？好，这是 LINE 的 ID 小老鼠 JUK2515J， 或者是呢，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 LINE 当中的行动条码。那么这是 LINE 的 QR code， 这是 Telegram 的 QR code， 扫描之后记得给彦蓉老师一个贴图哦。那么一个笑脸或是一个 Hi。或是 say hello 都可以，当然留下大名电话我们最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认识，那么有好的标的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哦。好，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影片，那么订阅影片在我的影片上按赞鼓励彦蓉哦，分享影片以及打开小铃铛哦。好，全国好朋友们，那我想在今天整个盘势呢是一个，果然如同我的预期哦。其实我在两三天之前就跟大家谈过，我说这个盘势啊，它没有那么快上去，它会震荡。果然震荡了，但是今天还是一样，依然尾盘留下了下影线。今天留下67点的下影线，下周会变盘吗？好，变上变下，该如何应变？等一下一并做一个说明哦。那当然，回顾到这一次的一个走势，不是只有这几天看对哦。10月1号，我说台股、美股要大涨2000到3000。结果涨2000点验证的，10月4号，我说台股啊将大涨1000点，哎，果然涨了900点嘞。你说老师，那涨完了吗？就不要玩了吧？我说不是，为什么？我认为这一次啊有2000点以上的这个行情，所以你还有大好的机会哦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要邀请什么最标的股票，一档翻身的股票，叫做11月份护盘的微型标股。11月护盘微型标股呢，请务必要跟上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股票真的是非常标的，第一时间它都是急拉，那甚至呢在这个地方啊后面的一个续航力是不得了的。今天你看到了这个美琪玛，你看到了预创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的。好，所以呢包括我们在礼拜二粉丝团解盘当中的邀请，那么礼拜三电视我就公开名字的，什么名字呢？叫做药圣。那么买进去之后呢，3天的时间拉了25%上来。股市如何创业？就是当如果你的成绩啊能够拿出来，每一个月能够赚20%的时候，我们4个月就有机会资金翻倍。所以有时候你因为方法不对，因为所跟的投顾老师不对，你发现你呢在股市当中要赚钱难之又难呐。但是如果你跟对人的时候，3天的时间就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。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、我邀请大家的11月份的微型反转的这个标股，请大家啊务必一定要跟上哦。好，那么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如何给老师的一个考试，你给老师一个题目，这个老师的题目如果能够完成，你才来参加这个老师啊。好比说，眼前就有一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大盘连续整理3天，跌了180点，那这个老师能不能够让你逆势获利？不一定带你买药圣啊，不一定像彦蓉老师一样药圣3天拉了25%上来，你也可以是别的。如果别的投顾老师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逆势获利的能力，而且幅度这么大，那你就可以参加。找不到的再来找我，那我一定拿出像这样的成绩来回报大家哦。好，所以呢你看到包括不是只有这个药圣3天拉了25%，而是你看到像这样子11天的时间，他拉了多少？拉了55%，7天的时间拉42%上来，什么名字呢？他就是4721的美琪玛。4721的美琪玛，我在这个115到121这个地方提醒做买进，结果呢，今天已经来到170.5了。什么时候？10月15号。所以呢，这边呢、我也欢迎大家、把握我们旧会员回娘家，今天要结案这个专案活动最后一天喽。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私讯留言进来，那么来加入我们会员的行列。那我在这一波当中啊，往后最少在3月底之前这个大行情当中啊，彦蓉老师想办法让大家资金翻倍，甚至不止一个倍。
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包括您所看到的，在这一波的操作呢，真的非常开心。10月4号、10月5号预告大盘的一个千点行情起涨，所布局的股票，鹏程15天45%，预创18天48%，阳明光13天过去了，好，那么在这个地方两段操作加起来44%，美骑马11天拉了55%，跟你设飞镖吗？没有，持股集中，档档都是强棒，这样的方法才是你真正要去怎么样，要去探究的，才是真正值得你去追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反败为胜，像这样胜率这么高，下一档你来的话呢，也一样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位阶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假设你错过了前面所有持股这么集中、这么棒的一个标股之后呢，那我胜率这么高，我这一档也一定会狂飙。11月份的护盘微型标股，现在来邀请大家，营收由负的转正了，连续两个月营收是两位数字的成长，技术线型转强了，同时在主力成本线是3次转折向上。所以今天呢、此时此刻就是现在，现在呢就拨打电话进来，现在就赖进来，就 Telegram 进来，来做什么？来登记，登记10个名额，登记完成之后呢，我就带你买标股，我只开放10个名额。那如何登记？就是留下您的大名、联络电话，速度最快的前10名，您就可以把这档标股手到擒来。好，全国好朋友们，当然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？是整个大盘的部分。大盘的部分，很多人会担心说：“老师啊，900点涨完了吗？”我认为没有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从周线上来看，周线上呢 ，A 指标数据足3个底，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啊。每当足3个底，这个都是大行情啊。我在去年的我记得台积电290的时候 ，A 指标数据也是足3个底，结果从290涨到670呀、这样知道意思吗？所以现在啊，大盘足3个底，那不得了，大盘要足3个底，何其不容易！所以当它足3个底的时候，你不要犹豫，也不要怀疑，你要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因为我认为这种行情啊，绝对不止涨2000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那尤其在这个地方，下周要变盘，为什么？因为主力成本线由负的翻正第一周而已，主力成本线由负的翻正第一周，后面怎么走？你看呢、这是第一周，后面是这样走的，这个呢也是第一周，后面这样走，走几周？这个是6周吧，7周，这个可能有2、4、6，也是差不多6、7周，这个就10几周了。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啊，要飙到明年的3月底啊，可能甚至还不止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短线上我们看到。这一波的走势当中 ，K 线长红之后，行进当中洗盘，横向上下影线代表有人护盘，有人护盘，多空打仗之后呢，一个中长红，多方胜出。那这个地方再度的出现了一个振幅很小的一个 K 线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它有一个回撤的力量存在，而主力成本线呢翻小黑的，翻小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地方下礼拜一很重要，下礼拜一如果不攻，他会先回撤一下，但是回撤是什么？是你的机会呀、这900点当中，你就是追高了不敢买呀、如果回撤下来到这个地方，它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回撤的时间不会太久，可能是一天或者是半天而已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。盘中任何震荡，皆是标股的买点。那如果你不会买，你就跟着我的扣讯，你就加入我的粉丝团。当然，你要赚最快。要赚最快最有效率，那么把握回娘家计划这个专案，今天结案的，把握这个机会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包括台积电哦，高点下来第8天的回撤月线，我认为机会守住很大。那另外呢，主力成本线呢，瞬间扩大，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卖超的这个现象。所以下礼拜一台积电如果不跌，要记得哦，大盘又要攻了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它会加持台股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呢、把握这个机会，这一档标股啊，微型反转，一档翻身的机会很大。这档标股等同复制什么？复制我在6月24号 YouTube， 又是6月24号我的这个粉丝团，我所讲的4档钢铁股都飙了7、8成以上，这个模式一模一样，这个模式一模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一档翻身的股票出现的？就是这个逻辑观念呢、
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这档股票一定要跟上。那你跟上这档股票，我们短线上它的节奏感是什么？就像这个药圣一样，我在礼拜二啊，唯一买进去一档股票，就是买这一档。买进去之后呢，第一档买进最快的时间，长虹涨停板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像礼拜一要买的股票呢，有这个节奏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一定要来登记。今天前十名来登记的人，你的成本最低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那么彦龙老师的方法为什么会这么棒？买的股票第一个有速度，然后有幅度，为什么？因为 A 指标的倍数操作流程 ，A 指标的倍数操作流程，它的节奏就是常常当天低买，常常当天长红，或是最快的速度，它会长红，甚至会涨停板哦。那甚至呢，少则三五成，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。好、哦，你看得非常清楚。时间有很久吗？少则三五成，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。18天、15天、13天、11天，有很久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跟时间赛跑的，你真应该跟上类似这样节奏的一个扣讯的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、啊，彦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，重点就是那个方法，要复制那个方法，我就是复制这个方法，所以你看到了这些股票都是如此。都是如此，所以我在下礼拜我要进场的标股，短线它会急拉，同时目标价我就已经设定规划好了，所以你放心，彦龙老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个方法，让我找到这个方法，感谢会员朋友，感谢粉丝团啊，给我们支持，尤其呢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会员朋友，在这两三天当中啊。那么给彦龙老师很多很多的支持，升级续约，哇，真的忙坏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除了感谢之外呢，我们会用更棒的一个成绩呢，来回馈给所有的会员朋友们。当然，你粉丝朋友，如果你过去受伤的，你愿意在这个地方跨出去，你在股市当中胜利的第一步的，你今天也可以来找彦龙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因为我的操作都是持股集中，因为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有能力可以帮助大家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包括你看到的鹏程，为什么股价一买进去连续急飙？前面买了在九月份买了两次，为什么买了马上急拉？因为初升段的低估现象，数据杀到前面的低点，数据杀到前面的低点，有没有？把它放大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在这个是第三次的买进。好，这个是10月4号、10月5号买进 A 指标数据最大的特色是指标的低点跟股价低点同步。反观你学的什么 KD 啊、其他的指标啊、均线呢、啊，都是股价拉两成、三成以上，我们赚两三成，你才来帮我们抬轿。你自己看看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包括在这个地方拉高之后，为什么最近会震荡？因为 A 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的，好，就是这个逻辑观念，初升段的低估。好，那么股价拉高 A 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，它就是高估，就是类似这个观点。所以包括你看到的美骑马，包括你看到的预创，为什么大飙？因为 A 指标数据创高点，叫做主升段的低估现象。所以股市当中操作股票方法很重要，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这个章法跟学问，绝对不能够一招半式闯江湖。这样知道意思吗？那彦龙老师在这个证券业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，空头市场、多头市场我都淬炼过，我有丰富的经验。我不敢说我100%，但是你在现在来找我，其实是我在这个证券业这个行业当中啊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熟成，是我人生开始要收割的阶段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，你都可以拥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成绩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了。操作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很多人做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的是去追高的一个做法，追高的做法有时候管用，但是大部分时候被骗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被骗线了，所以你当天可能要赔多少？要赔10几%、10几万呢、啊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卖点，所以喜欢用追高去跟追高的，都是常常帮我的会员抬轿，帮我们做出货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呢，在这里你直接换成我的方法，就不会追高了。是不是？当然，包括在这个地方啊，买进的一个讯号都非常明确，这些你都可以来截图，都可以来截图，虚伪造假，全额退费。好，药圣，好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唯一买进这档股票？因为它一样的讯号出现，因为短线也出现了一个买进讯号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买进。
所以跟着彥蓉老师可以安心的一个做法是什么？我用中线来保护你，我用短线来保护你，是不是？因为知道胜率很高的模式，所以不用设飞镖，常常买进去之后呢，常常就是最快的时间他会去做发动。所以因为知道谁最标，因为知道谁是胜率很高的模式，所以当然自然就持股集中嘛，这就是我的操作。所以各位朋友们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包括药圣的部分，好，所以这三天你来检验老师的专业，就是一个老师在股票跌三，大盘跌三天，能够给你一个逆势 25% 的一个操作，我想这个就是符合条件的。好，那么你不一定要找我，但是如果找不到再来找彦蓉老师，同样的虚伪造假全额退费，好，这个连普通会员都有哦，好，连普通会员都有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朋友们，所以呢，美骑马的部分也是一样，相同的逻辑观念。为什么我在10月6号，好，10月6号那一天，我寄给你，我寄给你微型反转标股，为什么我寄这个股票给你？好，那么一样的意思，它就是美骑马。那为什么要寄？因为 A 指标数据创高点的，创高点之后呢，那么在这个碰到支撑区之后，它就是低点，那果然一路的往上拉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逻辑观念，就是这是大咖进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观念啊。所以你只要跟着大咖进场，那你就有机会一档翻身。好，包括预创的部分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这个标股呢，一模一样 ，A 指标数据创高点的。好，那么它其实是跟钢铁股在6月24号到7月中之前飙涨7-8成是一模一样的形态。所以这次务必一定要跟上一档翻身的模式，就是这一个。好，所以呢，不要灰心，不管问题多严重，那么你只要跟上我们这个专案，那么今天要结案的发不是888哦。那么这个地方波段，这是半个月的，这是8月份的。那么在这个人9月份做到10月份的，那这也是9月份做到10月份的。那这个是11天，好，最近11天的。那这个是6天的时间，这个是7天的时间所拉上来的。所以不限名额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电话尽量打，好，尽量打，好，打通为止。那今天要结案的，好，把握这个机会。好，那么有面板股的、航运股的，这个是长荣。长荣如果拉到这个地方是高位接，如果拉到这里也是高位接，我认为你务必利用这次拉高少输为赢，因为这是空头市场，这完全是空头市场，除非它能够拉非常高，好，拉到突破这一个，那才有机会扭转，否则我认为到这里就是高位接，你要去卖股票来做一个转换，太弱换强，太弱换强。你也许现在一档股票长荣哦，面板股或者是航运股，现在卖掉可能输个10%，可能输个30%，但是你跟我3天，药圣就可以帮你赚25%回来。你跟我鹏程，这个是10几天而已，好，这个也是10几天，这个是20几天而已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有舍才有得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一定要做转换。好，包括面板股的友达，在这个地方要注意，这个是高位接，到这边也是高位接。所以务必利用这一次拉高之后少输为赢，上次的高位接有没有？你不跑这一段又赔了30%哦，所以这一次呢要给你机会了，你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。所以呢，你报到弱势的股票就是要转换。好，那么9月9号以来公开提醒的鹏程，那么你会发现我的稳健标准化低位接操作的选股，每一档都是你翻身的贵人。邀请11月份的微型反转标股，请务必要跟上哦。好，那么美骑马也是一样。那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尤其是会员朋友，在这2天给彦蓉老师升级续约不断，我真的非常感恩。好，彦蓉老师一定会尽力，好，那么尽最大的力量来提供更棒、更棒的一个绩效。当然，最棒是什么？用最标的股票来情义相挺。今天不限名额，门槛最低，发专案，今天结案喽，请把握这个机会。好，把握旧会员回娘家专案。现在呢，打这个广告当中的电话，或者是赖进来、Telegram进来，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回到现场。谢谢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，
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欢迎再度回到现场，我是燕蓉老师。那么其实股市啊，说真的没撇步啦，最重点是位阶。过去很多人失败了，其实检讨起来原因在哪里，我相信你非常清楚，就是你追高的，你的位阶不对的。如果你能够跟到像这样子，中线保护你，短线保护你，回撤转折出现，能够跟到这样的逻辑观念，那你就可以平地起高楼。那我过去就是在9月14号去买进117的智源，如今已经来到190附近了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逻辑观念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能够用到正确，跟到正确的扣讯，然后避开这种错误的扣讯以及错误的位阶倾家荡产的一个模式，不要买进这样的股票，那你就会翻身。目前航运面板还在跌势当中，拉高换股换到一档翻身的股票，欢迎打电话或者是私讯留言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好，就是这一档11月份的护盘微型标股。那这档标股的话呢，即将要发动了，请大家现在务必来做登记。如何登记呢？前十名拨打电话进来，或者是 LINE 进来， Telegram 进来，留言大名电话，就算登记完成，只有10个名额。前十名你的成本最低，请大家速度快一点，现在就拨打电话进来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么燕蓉老师，你会发现啊，黑板上最强的股票，真的都在我们家，在 A 指标家族。你看美琪玛，美琪玛这个地方121附近买的，今天来到170附近的，这是我在10月6号你的手机里面对你的邀请。为什么？就这个成功模式啊。还有呢，预创，这是我在 Type C 的族群10月5号我在 YouTube 影片当中公开预告的，公开预告的，从42块一路拉到 59.4， 一样成功模式就是这个数据创高点的。好，鹏程9月10号以来天天公开讲，公开邀请大家，为什么？因为股价低估的现象就出现的。所以呢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啊，10月5号也是公开讲的，结果果然怎么样，拉了 45% 上来。所以呢，欢迎跟上赢家的脚步，您就能够反败为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要做能源股。能源股不是每一档都可以做，能源股我看好3576的连再生。那么太阳能电池模组小英的一个能源政策，那么这档股票它是完真的，它是完真的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叶龙老师认为股价呢有进入低估的时刻，不要自己乱做。好，不要自己乱做，因为自己乱做你买不多，稍微震荡一下呢，你小赚一下，应该可以赚100万的，你可能只赚10000块，那这样很可惜的。好，所以重点一定要跟着叶龙老师，好，跟着燕龙老师节奏。好，太极也是一样，等股价低估的时候呢，燕龙老师来协助大家。好，这个现象出现的，好，出现的，花一点小小的费用可以换到好几倍的回馈，何乐不为呢？标股的买点都有黄金的时间点，错过最低价的买点，你往往会错过一整波。所以今天务必把电话拨通，把手续办好。好，邀请大家护盘V型标股，这一档是我的最爱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档。那么先登记先赢，只有十个名额，特色是很快的速度长红涨停板，一档翻身。所以呢，把握今天打电话或者是私讯留言进来，来做一个登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当然燕蓉老师的标股都是标准化的，他会是你翻身的贵人，邀请 V 型反转标股务必跟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感恩支持啊，用最标的股票来挺所有的会员跟粉丝哦，不限名额，门槛最低，发专案，今天结案咯。那么把握旧会员回娘家这个专案，那么拨打广告当中的电话，跟我们线上的助理做一个洽询。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，订阅影片，按赞分享，打开小铃铛哦。好，就是这一档护盘V型标股，请大家现在拨打电话进来，或者是 LINE 进来，请大家现在呢拨打电话进来，或是 Telegram 进来，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为什么？因为
当下礼拜呢，彦龙老师带你买进去这档标股之后，它真的有机会怎么走呢？它真的有机会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拨电话，明天见，谢谢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